较可惜，因为像在包括我自己在辽宁看诊的时候也是啊，因为医院病人要用，因为中医在大陆你知道吗，中医是可以有西医的执照，所以你可以用西药来治病，可是我觉得中药的效果不会比西药差，而且副作用会少很多。好，请问你刚刚提到你说那个一锅就是一个药厂，那请问这个锅子也是非常的，你必须要很小心，不能用电锅吧，不锈钢锅。不，那个跟药的浓度就会有一些会有影响。以前的药那个，我们以前都是砂壶嘛，对不对？以前砂壶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哦。以前的砂壶其实很容易外渗的，如果你有，因为我的外婆就有一个那个。好，那个清代的那种药壶，哎，什么药壶，应该这么小，黑不拉几，那种砂壶呢？以前的药其实跟现在的药效来比的话，以前药会稍微好一点点，除非现在是人工栽培的技术非常好的时候，哎，某些地方还是会啦。哦，以前的附子，你用到一两个时候就开始中毒了。有人看过大肠经吗？有吗？没看过哈。附子本身是有毒的嘛，哈，那它有神经毒。那如果说你用量太大的时候呢，它你就会有一些神经中毒的反应，比如说眼睛会有视力模糊。